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这三点贡献，那么问 K 等于多少？哦，这三点贡献的话，哈，这个向量跟这个向量都平行的。我们看这个 AB 哈等于多少 ？AB 是等于这个减这个是13嘛，这个减这个是5了。啊，跟平行什么呢？平行这个，BC 好了，哦 BC 的话，这个乘以这个是多少？这个减这个了，刚刚讲错了，这个减这个多少？是 K 加上18。这个减这个是 K 加2，哦，是相减才对。在 AB 的话，哈，向量就等于这一点减这一点。好，那这个要成比例，也就是说，哈，K 加上18除以13，会等于 K 加2，啊，除以5。啊，你就给它交叉相乘，5K 加上多少？5840就是13K 加上26， 5K 移过去嘛， 5K 移过去的话，13减5就是8，等于多少呢？这个移过去，90减26是等于64， K 就等于多少？8864，所以 K 等于8。